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威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来玩王国保卫战哦。来，我们继续新的英雄和钢铁哦。我们已经快要50星了，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玩哦，一关一关的破。然后啊，有观众说啊，真的是蛮多观众都跟我说什么用全兵营来打，这游戏有办法全兵营吗？我真的不知道哎，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这游戏真的有办法全兵营守住吗？我是还蛮好奇的啦，不过既然有观众这样说嘛，我们这一次好不好就挑战全兵营看看。这全兵营的哦，注意哦，我目前3座哦，我只要能在这里守住有没有？下面就不用守才对。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对，我们就来用全兵营守啊，全兵营啊，我觉得全兵营一点屁用也没有。等一下。你们真的认为这游戏有办法全兵营吗？我要被打烂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快要被当狗打了、欸，真的快被当狗打了、欸。而且下一波，哦、我觉得好难守、哦，真的好难守、哦。你们这被跑过去了、欸，这真的有办法全兵营？你在唬我吗？然后全兵营守不住，然后跑下来，好跑下来，守一下，守一下。帮手，帮手！我是真的觉得不太能够全兵营啊，有点难，你知道吗？要一直控啊，然后像这个狼，这个要怎么走？他往上跑就爆了、欸，我爆了、欸，我爆了！等一下下，这样不就爆了吗？这么多狼，知道怎么打？各位，你们真的觉得这游戏有办法全兵营吗？我觉得超难的吧。输了，不行，我觉得不是这样打，我觉得我们要先把一阶升上去，有没有？直接用我们的神圣打击点到满，我们就靠这三只守全部，好不好？如果守不住，我们就不要耍白痴了，我就不要全兵营了，太难打了。哦，神圣打击感觉蛮猛的、欸，有没有？而且我的兵还真的还蛮猛的、欸。守住！你们不要死哦！你不要有人死哦！我不要看到你们有死任何人哦！不行了！我在下面这边放兵也好了，这边守不住，我的人死了、欸，死光了、欸！你们真的认为这游戏有办法全兵营吗？根本不可能吧！也可能是我太烂了，好不好？可能是我太烂了，我不太会守。总之，我还是尽量吧，尽量打。哎、欸，塔西好像还蛮醒的、欸，我感觉其实好像还可以。等一下，真的吗？我感觉好像可以啊，好像有机会的感觉，是吗？你们真的有这么想吗？没有，腐烂，我这边要爆了，腐烂呢？腐烂仔，像我这边就马上就要被突破了，怎么守？赶快守，赶快出来守，赶快守，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好不好？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守白痴好了，这样根本守不住啊！而且全兵营的话，我要怎么打石像鬼？不行啊，我前面的关卡没有直辅星，根本不可能全兵营。好了，我们认真打了。我以前这关是怎么走？前面是大炮，对不对？我先把大炮升完，然后这里放一座兵营，挡住。先这样子，先这样守好了，把它夹在这里，用我们大炮轰。这大炮其实还是蛮强的啊，只要它不要乱炸的话，应该都还蛮强的。有没有？其实还行啊，还行啊。我大炮真的还蛮猛的，控一下，控一下，没事就控一下，靠我们的大炮输出，好不好？靠我们的大炮输出，然后这里再加一座兵营啊。我们前面这里防守最重要，好不好？前面的防守最重要，然后可以叫下一波，因为我有大炮之后多好守啊，
谁跟你在那全兵营？像这个狼也是啊，大炮轻松轰，有没有？直接全部炸死。人家是叫皮诺可电死，我是直接炸死啊！多猛啊！哇、哦，这真的输压、欸，升级，这我们兵营就真的很强了。然后这里兵有点多，有没有？我们降低他一点压力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也很难守的感觉。然后到时候我们就把这里神圣秩序也升上去，然后用神圣打击再打，有没有？应该就很好打。不过现在有个比较麻烦的就是，我会需要加一个远程塔来打这个石像鬼。石像鬼应该怎么打比较好？我想一下，弓箭塔吗？加这里是比较这里弓箭塔，在这边加一个弓箭塔往上射，这样该打的死才对。他们是一起来的、欸。我这样是不是守不太住的感觉？我其实不确定哎、欸。守一下好不好？帮手帮手，弓箭塔射得死吗？射不死哎、欸，干魔法塔。我没有想过射不死哎、欸。哎哎哎，帮忙一下好不好？帮忙一下，魔法塔升一下，不然我会炸。升打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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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，快点帮打！我觉得弓箭塔没有用了。魔法塔可能都比较强，帮帮帮帮帮帮帮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像还行，勉强可以，勉强可以，好不好？勉强可以。全二级还是非常给力的。我这局我还蛮会玩的哎、欸，我只要不要耍白痴，玩什么全冰流，应该都还蛮好打的吧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然后他跑出这种怪怪的巨魔了，巨魔我们也升上去了啦，不然会不好打。因为巨魔很猛啊，巨魔的话没有升上去，真的还蛮烂的。我们应该会挡不住才对。哎，巨魔超硬的，等一下，我发现巨魔超硬的，巨魔有点太猛了、欸，这什么鬼？巨魔怎么这么猛啊？我的士兵直接死光哎、欸！我士兵被当狗打是怎样？这什么鬼？血他会回血啦！哦，完蛋了！我觉得真的是不好守，真的很难守哎、欸。那我现在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哦，不然我真的要炸了，真的要炸了。陨石雨应该勉强可以打啊。陨石雨，然后在这里叫兵，让他卡在这里。然后这个塔升上去，最后防线，我要最后防线，守住守住，我相信你的，好不好？我相信你，在这边再加一个，守住守住，好不好？守住，你是我们的最后防线，守住守住，好不好？守住，我相信你的，给我守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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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守住，打了死吗？不知道，好像输了，这个巨魔失策，有点失策。等一下，有点失策。这个巨魔我打不死，这个巨魔我打不死。等一下，他会一直走，他会一直回血。不要干！我觉得可这样配可以，可是我疏忽了。好的，观众，我们现在又打到巨魔了。该死的巨魔，到底要怎么才能够打、啊？我其实自己也不知道，可能要用轰的，能轰多少就轰多少，然后。兵营赶快升上去比较重要，两个圣骑士出来该勉强可以打。我忽然觉得这边是不是要架奥数防御塔，这样打巨魔比较痛。不然我现在其实很难打哦，真的很难打，打不太过我感觉。兵营塔有点太强了。搞到我现在有点。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打不太过的感觉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守住，守住，好好，这里守住，这样应该可以交下一波了吧？还是要等这边稍微打一打，等我们的士兵回复一下，然后再叫上来。好，可以了，感觉可以。目前是还行的啦，感觉。然后我们就是可以，到时候可以升这些东西就升上去啊，有升有差。真的有什么差？
比较硬吧，而且比较不会死。感觉我这样配是可以的啦，可是也不是说一定会过，就是。哦，这是怎样？这是一对巨魔是怎样啊？吃饱太闲了、啊。哎、欸，这是一堆巨魔在搞我哎、欸！这巨魔是怎样啊？来来来来，巨魔来，搞死你们！我现在可是有重甲的圣骑士哎、欸，不要开玩笑呢，重甲哎哎、欸欸，这只是怎样？哦，他有100次神圣打击了，是不是？放在这里。来，继续升，继续升。然后这里是怎样？这里该炸了吧？这里该炸了。那巨魔一堆是怎样？你被打过的那巨魔，莫名其妙。哎，这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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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搞死他，搞死他，搞死他，打死吧！一滴血可以，不要吓我。可以啊，我们这里有没有多猛啊？能升就升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圣骑士超屌的，圣骑士就是屌到爆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啦，想不到我四座塔就守得住了。这关还行，这关没有到真的非常难。结束。我真的觉得我越来越欢这个游戏了。来，接着就是这一关的那个钢铁模式哦。这个钢铁模式它没有兵营也没有炮了，是怎样啊？哦，我刚刚就用炮和兵营守的，哎、欸，它有兵营哎、欸，它有三座，还是有的，还是有的，只是它守在一个很鸟的地方。我其实比较想要在前面，不要在这里，这里的话很麻烦，我要分兵去往下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这里架弓箭塔，然后升到这个可以绑人的好了，能绑人比较有用吧，我觉得。我是不知道啦，我不知道我这样怎么守哎、欸，我目前没有概念，目前没有概念要怎么守，反正总之他们最后都会从这里走出来，刚才下面这边应该是最有用的啦，我觉得，目前是这么觉得，前面我们就不用管了，我们就死守下面，而且我们这个弓箭塔其实还是蛮猛的、欸，射很快的感觉，真的其实还蛮强的。而且我们兵营是不是也不用升啊？只是我可能会需要那个，因为他们有土匪什么的，我一定要盖魔法塔，这个塔一定要盖。而且我下面这边没有办法守，他走过来，我兵营没办法守到下面，真的麻烦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升上去！我的兵营的人死光了、欸，有点扯哎、欸，感觉魔法塔比较有用哦。而且我这里的兵有没有没办法守下面？算了算了，这样子啊，我们把它集中在这里。然后到时候有用的话，就是巫术塔直接升上去了。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出剑杀这一关，感觉有难度，而且是很大的难度。我是这么觉得啦。可是我这个绑真的很强哎，绑还会持续扣血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出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搞死他，搞死他，好吧，搞死他，不要让他通过这里。你们都是我的骄傲啊，千万别让他们通过啊，千万别啊，我的骄傲们，守住啊，守住啊，守住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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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守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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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相信你们好不好？我相信你们，奥数防御塔，哦，奥数塔出来了，奥数塔可以的，我相信你们就是我的奥数塔。可以的，这里是怎样？这一只，这些，赶快奥数塔，奥数塔，奥数塔，可以的，奥数塔，加油加油，奥数塔。然后我们在这里架了个枪塔，好不好？因为枪塔可以打很远，有枪塔的话，狙击一些抗魔法的敌人会比较好。虽然说我不知道这块有没有抗魔法的，就是感觉好像没有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不用鸟它，不用在意那么多。鸟冲手要塞感觉就很好用啊，对不对？鸟冲手。主要是它可以打很远啊，我觉得很好用。
而且鸟冲手是散弹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也是蛮强的。我记得他有一个技能是散弹的，范围攻击的感觉。他从这里过来的和从这里过来的都很好打，就这个，有没有？散弹，真的还蛮猛的，弹片射击的感觉。我怎么觉得我感觉可以出剑杀、啊？这些兵影根本就不用管吧，兵影就给他死没差。兵影就是能暂时拖延就拖延，有没有？感觉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弹片射击，要不要弹片一下了？我记得他是会射一些碎弹出来，对不对？他好像是机遇性的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射。哦，有没有散弹攻击很强哎、欸？可他很贵，这很贵，因为他点的不会捡钱的。好，应该还行，应该还可还守住，应该还守得住。没有，他这个射其实还是蛮痛的，而且我觉得这个狙击要升哎、欸，因为狙击可以直接狙死，很猛哎、欸欸，真的很痛哎、欸，这很痛哎、欸，直接碰一下有没有，蛮猛的。而且下面这些食人魔他其实也过不来，因为我奥数防御打太痛了，他会来不及回血。然后弹片射击点满，这样炸下去就超级痛。然后这边要放那个了，雨石雨了，不然我会守不住了。欸、我真的不会出剑杀吧？我现在有这么强吗？正常玩直接出剑杀这种钢铁难度的、欸，我有这么强啊？我对塔的理解越来越猛了，有没有？各位观众有没有这么觉得？越来越猛了、欸。有没有？哇，这个炸超级舒压！来来，再炸一下，再炸一下，好不好？再炸一下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威力，好不好？威力！哦，有没有？哇，有够爽！哎、欸，这一波也太久了吧？这一波一直走，一直走、欸，哎，他要走多久啊？等一下，走快一点啊！哇，舒哎、欸，真的舒压，哎，真的舒压！这应该是最后一波了吧？结束了吧？感觉后面有没有兵啊？我其实真的守很轻松啊，不错来讲真的是轻松那种，一次过哎、欸。结束，天哪、啊！来，我们现在已经五十个星了、哦，那一样，可是五十个星不代表什么，我们要继续玩好不好？继续玩。